现在拿盐杀一杀，把微波炉热，把烤箱热一下。行吗？哎，我还不如这样子呢，就是米其林厨师那种感觉。哎，摆盘是吗？来来来啊，稍等。米其林富二星级，抹吧，来回。嗯，不要浪费嘛。哎，绝对，绝对好。不好吃不要钱啊！啊！呜、哦，不错不错，很不错。今天的第一口热奶茶，你怎么烤的缩水了？烤酥了，嗯，烤酥。哦，它上面抹的那个烤肉酱，甜甜，然后又有一点那个酱的味道。嗯，尤其是这个肥肉，烤酥之后真的很香啊。好。咱们一起吃，来，肥仔水倒上。这个是我要吃的。哎呦，那不太好拿下来。嗯，可以吧？嗯。我们的羊蝎子上面的肉还是留得很足的，满满满满的，哇，好香，现在就很香哦。这一天真的是筷子都干不了，我先吃个胡萝卜吧，可是它咸太咸了，哎，可以，哇，太大了，我给你拿个新的碗吧，再等啊，哇，这个肉真的是很厚啊。嗯，很入味呢。
不错。你看，外面是那种酱香的那个烤出来的味道，然后里面是鲜嫩的汁水。